各位同学，哎呦，举举手。老师报告报告老师，关于青春痘的繁殖我要怎么控制，头发的样子发蜡的牌子魔兽的精力被獒犬偷吃，还有很多问题需要重视，关于我上篮的姿势妙传了几次扭到了手指，上篮健康教室幻想很多小护士，我要报告老师，小雨乖等你翻过了桥你会感到自由，五位连乖等你爬上了坡你会有所成就，王子乖跌倒站起来后你会更加神勇，老师说等你长大之后你就一定会懂，哇哇我已经长大，我知道我想干嘛，哈哈你不知道吗，未来是我的天下，哇哇我已经长大，不用再为我想法，哈哈你不知道吧，哈我已经长大。